与齐天大圣齐名的这一台捷途大圣，光看它的外表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与如它齐名的强悍、好玩跟自由。如果我说这台车的预价售价为130,000左右而已，你会蠢蠢欲动吗？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记得在我们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夸张的车头设计，再加上这种设计，在现在来说是前所未有。分离式的头灯足足彰显出美猴王的霸气。这台车车身长度大概为4700mm， 它的对手可能是你可以比较为 Honda CR-V 或者是 Proton 的 X70， 不过跟 X70 更加接近的其实是 X70。这台属于 C segment 的 SUV， 其实它的尾箱也是蛮大的。我把它尾箱关上之后，你可以发现到哦，这一个位置其实有一点像 Coupe SUV， 再加上这个尾灯，它是直接拉到下面这里来的，非常好看，对吗？引擎盖底下搭载的是一副 1.5T 的涡轮增压引擎，然后是六速 DCT 的牙箱的，最大马力输出为156匹，最大扭矩为230Nm。这台车只有 1.5 Turbo， 可是用的是19寸的轮胎，会不会没有力呢？会不会换轮胎的时候很贵呢？那些我不懂啊，不过我确定的是好看是肯定的。隐藏式门把，自动 pop up。那这种内饰哦，其实我第一眼看上去呢，它就跟它的亲戚 J-Cool 的 J7 里面是很相似的。现在的车肯定是有大屏幕或者是双联屏，还有就是 ambient light， 这些是肯定会有的。而这台车呢，它就是有这个双联屏，而它这个双联屏呢，它里面它是包含了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 还有 Mirror Link， 通通都有。 Safety features 你要的你想到的它都给完你，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奇怪。不过唯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呢，这台车它有个无线充电，不过它是 50W 的快充。还有就是近期最流行的小鸡腿式的排档杆，这个类似 BMW iDrive 的这个扭件，还有这个电子手刹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很普通对我来说，可是它最入我心的其实是它的小细节，例如说黄色的线、黄色的拉边，还有在门边的类似大理石的这一个纹路，彰显出整台车是 ADAS 的 premium 的好看。还有一个小细节的地方就是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小拉杆，里面是开门的对吗？其实不是，它其实是拿来放雨伞的。有时候你淋湿了的小雨伞呢，你不能放在什么地方，你就放在脚下，感觉很狼狈。这个地方就是给你放那个淋湿小雨伞的，放进去之后呢，这个就可以卡着，给它顶着，不会滚下来。所以这个小细节的部分呢，做到非常的贴心。这台齐天大圣真的是蛮不错。来到车子的后座，哇，很大的这一个全景天窗，而且哦，这个全景天窗哦，它是直接延伸到我们的头部的后面的，所以你整个感觉看上去是非常的宽阔，非常的好看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底下的这个腿部空间，它其实是完全平整的，一般上只有纯电车可以做到这样子，这台是电油车哎，它可以做到这样，其实蛮不错，蛮舒服的。还有重点，还有个就是后座跟前座其实不同，后座是显得比较柔软的，前座是比较硬的，所以呢，你坐到后座会特别的舒服。那虽然说腿部空间没有说非常的出色，中规中矩而已，可是坐这位置哦，真的是超级舒服的耶。怎样？有很喜欢这台车吗？不过先别急着要下单，因为这台车还没有正式官宣的。如果它售价为120,000到130,000左右的话呢，我看选择困难症的人又麻烦了，因为他们又多一个选择了。那以上就是我这个影片的所有介绍，喜欢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